将，不欢忧患，多肥态。哦，小的学校来讲，讲教练呢，哦，就爱呢，参加任何的所在，关于健康忧患，下地多将，不欢忧患，多肥态。发现火山。发现我三弟来注意讲，伊讲出行好多游园林、大林这上发村文化听经，充实人心，以天助人心，讲救苦万万不信。咱人自文书业以来，受着贫困所苦，不得所悲，刷掉了青春的信心。今仔日咱就当借着修德，借着功德，来参加讲咱爱解放学习。所以讲呢，乾坤伊用着互咱参加咱人原来拢有一个自信，只要咱真心透过修行，咱会当真正获回伫咱的本来。当今呢，必要念佛，我没有同猜。亲情乾坤，这种下世，用万来数，为软做菜，为着要同桌，伊唔惊辛苦，奔波在这个天地之间。今仔日只是讲众生地的人较侪，我的人较少，但是呢，乾坤伊嘛是共款，顿顿会到到来，乾坤实在是太慈悲了。伊可能是咱众生躲在风尘苦海，沉沦在这个地间，还发了些世大的风波，要来救助咱。看看，咱也想，千万的辛苦，因只是为着啥物？前面只是希望讲咱众生会当静下来回头，落心下落力，为着要定业世界，希望道理会当。吼、哦，心凉心好，忙不再明白啊！乾坤的心声，师尊的心意，拢记载在无内底。我较相信讲，咱用心来体会，最大舒服还是感受。今仔日咱大家当坐在分堂内底，咱就是有因缘，咱就是有修有做有行，咱才会当与圣门用万上帝无条的心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多多把这个语言，爱多多善用咱自己的思维。咱能够实现这样子，
不要紧啊，所以，安尼咱就知影讲吼，到底这个手术做了偌好。